这个是送给所有的中国姑娘，你唱完之后就梦想成真了，嗯嗯，真的会找到一个中国姑娘。太好了太好了。时常想，何时才能遇见我的姑娘？她一定美而细，长发飘，美丽又善良。和她在一起，丢了世界又怎样？我就这样不经意间遇见我的姑娘，她那么纯而香，眼睛汪，温柔又大方。和她在一起，就像在世界中央。你就是我的中国姑娘，我愿为你打开心房，我愿为你放声歌唱，我愿为你远走他乡。你就是我的中国姑娘，我愿为你打开心房，我愿为你放声歌唱，我愿为你远走他乡。我就这样不经意间遇见我的姑娘，她那么纯而香，眼睛汪，温柔又大方。和她在一起，就像在世界中央。就是我的中国姑娘，我愿为你打开心房，我愿为你放声歌唱，我愿为你远走他乡。你就是我的中中国姑娘，我愿为你打开心房，我愿为你放声歌唱，我愿为你远走他乡，我要为你放声歌唱，我要为你远走他乡。我向大家，我向大家爆料啊，爆料啊！这个谁别打断我啊！怎么了？这个帅德在上面唱歌的时候，我们这主持人已经哇哇，已经不，你看现在样子啊，哎。
已经不。我觉得特别好。我给说他俩字儿，花痴。我说怎么会这么好唱的？而且你知道，就是他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唱、其实就像刚才大家的那种第一感受一样，如果不看这个画面、完全不知道是一个外国人在唱，你知道吗？他的那种发音、他的那种吐字，我觉得真的太棒了。而且太谢谢了。而且他特别会唱歌，就是他那个脚在那儿慢慢慢慢的，就他是很有自己的节奏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觉得很有魅力、你知道吗？而且你看他唱的这些内容，他不是说刚才林平老说是情商的问题、其实真的除了情商以外，他还有一种什么，真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就想去唱中国、然后无论是唱中国的山水还是人，他就是有机的再加上这个情商，这种融合在一起让大家特别喜欢，对不对？这就不是讨巧，是真的是让我们喜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。